来记一下。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一起来，深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这首歌是不是很简单？为什么唱那么简单的歌？其实越简单的歌其实也越难唱。各位不要去选很难歌很难唱的歌。我们现在还没唱到假音嘛，对不对？他居然在那边转假音。然后其实有时候并非要一定要做困难度那么高的歌，所以各位同学选歌简单一点，把唱好比较重要，好不好？健康进化特别提醒我说，不要唱英文歌，我们大家听不懂。哎，我唱。好，做个示范。我常常唱 Stand by Me， 对不对？And I'm done。我唱很简单，很普通，跟两个困难的做个比较，你就知道，其实先把简单的唱好。And I'm done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Stand now， 很简单对。Stand by me， Stand by me， And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by me， Oh stand now， Stand by， Stand me。后面那个是难的，就不要唱难的。你唱了自己能掌控的，简单的结束的。没看到这个唱的是什么？必须的。Stand by me， 也是一条歌。你不要 Stand by me， 不要就不要去困难的，选简单自己能掌控的，那就是所谓的态度。你知道自己在哪什么程度能掌控，就能把歌唱好，好不好？好。对对，重要的哈。还有有些老师跟你讲。的一些部分，如果你觉得，你会错意了，可以交错着讨论，没关系。像刚刚你说那个说什么音的问题，说音哦，其实不是那个意思。你不管怎么样说，田文老师那个是高音小声的唱法，但是你的丹田你忘记了，那就不对了。你丹田还是把成熟，好吧？还是要锁住丹田，因为你其实我唱歌的时候，各位我旁边的凸出来的。才会，啊！我的肚子都在这边，还是没有变。Singer position。老师，你唱每一句都肚子都变。你在唱的时候一定不会变这个位置。各位有电变会位置，刚刚你就是变位置。我跟你保证，你一定变位置。我有变位置。对，因为不会变，不管你怎么的。啊！所以要练身体，所以跟各位同学讲，为什么要跑步？我昨天也跑了3公里，
都要得要运动，但不一定要跑步，骑脚踏车、游泳，一定要运动。运动还有一个好处，不止对唱歌，对身体也好。哦，这个讲的太多了，但是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能运动让它大量流汗，会对排毒，而且可以保持年轻。我给你保证，一定可以保持年轻。有要活要干嘛？要活要要干嘛？你要自己睡啊！啊，这个人25哦。啊，只有你得知道。你要多少？25哦。我跟你讲，其实我年纪不小，再说可能跟有跟我年纪都差不多。讲一下没关系啦。现在这是家。那已经结婚。那结婚。老师，你属什么？哎，这个你还拐末讲来。老师，我老师属于光头啦。现在怎么变问年龄？几年级啊？我跟你讲，哎，跟你讲，我们在讲年龄问题哦。老师应该6年级。对了，差不多了。对了，六年级，五年级了。我跟你讲，年龄分两种，一个是心理，一个是身体。生理，我觉得心理比较重要。各位保持年轻啊，因为我觉得我常常碰到年纪很大的，我以前还碰到一位老歌手，80几岁还在跑唱，一样看起来非常年轻，哦，那就漂亮了，对不对？好，各位。其实唱歌是一个对身体很有帮助的一个东西，因为它 push 你去学习新的事情。当你在自己有在进步的时候，你会感觉像刚刚那样唱歌是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分队对不对？团体，然后大家觉得哇，有成就感，我现在帮到队员，哎，啊，对对，叫归属感跟成就感总和就是幸福。所以刚刚那个幸福感觉洋溢到我们的班上，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要用力的唱，态度要关心。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夜晚，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流浪，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失了多少眼光，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用荡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新娘，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那是唱歌哪吃狗啊嘞？爱情不停转，唱歌哪吃狗啊？一二三三啊，咱都还敢要？需要多勇敢。耶！听得懂吗？你唱歌哪来吃歌啊？听得懂吗？听不懂。就像在吃糕饼一样，那么轻松的。我跟你讲，英文叫 piece of cake， 就是是一块蛋糕一样。对啊，跟他吃歌啊，台湾人吃歌。我跟你讲，是一块糕饼的意思啊。我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各位。我跟一开宗明，今天我们来上课第一堂课，我跟各位讲，练习练习再练习。我天天都在练。我把它当作吃饭的家伙。我天天都在练。不是，可是我们练到已经沙哑了，怎么办？你看你很瘦，对不对？你没什么运动，你不喜欢运动，对不对？他喜欢运动，跳舞不一样。那什么？跳舞的老师不一样，不一样。国标舞的老师。可是你，我看你肌耐力不是太好。对啊。肌耐力就是要有肌肉的力量，因为唱歌，我跟你唱歌哦，来听我讲，我不是说的 muscle 哦，肌耐力是练瑜伽的人都知道，啊，对啊，肌耐力不是 muscle 哦，那叫肌耐力，不是，他跟一个撑很久那种，那肌耐力，那不是 muscle， 可是那个我常在练这边，我肌耐力这边还 OK， 所以。刚刚那个歌其实不好唱，我没有几个换气的空间，他一直唱一唱。像你讲的跑步没办法跑，然后脚踏车可以骑吗？啊，脚踏车可以骑吗？可以。脚踏车。老师，脚踏车踩那个会伤关节。不会啦。不会啦。如果游泳，那游泳啊，游
游泳比较麻烦，就是场地的限制，泳池比较，对，冬天比较麻烦。但我脚踏车啦，你们骑也不用骑很快，你们只要游。不会伤关节吗？不会啦，对丹田有帮助的。有，绝对有帮助。你就敢去用行五十分啊？你哪？好了，各位同学，照相。各位加油，好不好？好，谢谢老师。每一期都来上啊。好，跟老师。